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咱第一天训练啊，我希望大家全力以赴，平常该怎么说，该怎么玩，该怎么闹，无所谓啊。训练咱就拿出全力以赴这种激情，要拿出最好的这种状态，好不好？好。再就是各方面都注意伤病，不要受伤，啊，怕脏怕晒的可以不练，打报告说不练，啊，不怕就全力以赴，好不好啊？ 来，准备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，零糖零脂零卡，请准备。来，准备啊！三二一，走。告诉你，俯卧撑去那个外面做，你就在里边做。好吧，好吧啊！想办法，想办法啊！他们这是练跨栏了，这是。过线，过线啊！我觉得他们还是显得有一点娇气吧。 太阳比较足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怕晒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主要是想考验一下他们对这些平常人不愿意接触的地方，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态？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磨练。